好的，欢迎来到第二场比赛。今天的这场比赛是非常精彩的，一支是重庆狼队，大家都知道现在非常强。而大步侠呢，在他们重新找到自己的精气神之后，越打越好，一路杀到了这个位置，其实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对，因为济南大步侠实际上没有做什么太大的变动，就是中路位置上换了效应，然后让子轩重新回到赛场了。我感觉这一切的功臣都是玄凯教练。哎，说实话，就一个教练到底能给队伍带来多大的改变，有时候我们真的是能看得到的。这效应现在也大放异彩，双方 BP， 公孙离、沈梦溪、赵怀真、大乔吗？这么搬的话，一般都是不会搬了，选大乔会搬了。如果狼队搬掉的话，那就是其他的英雄。我还是那个看法，哦，一般不搬大乔，一定放大乔。这第一下不搬大乔是放了，哎，老林这一手大乔是放了，但是这个西施啊，一般是真不搬的。对，搬了一手效应的西施，拿什么去拆呢？张良一选。凯选张良，这是一个摇摆位，然后拿凯，很有可能会是张良加海月的那一套。我感觉补个爆发高一点的吧，这前面两个太刮了，这样的感觉。爆发就得靠射手这个位置去补了。老夫子没有要周瑜，没选周瑜，昭君选了王昭君啊。那其实，在老夫子绑住人之后的这一套伤害上可能会少一些。哦，爆发来了，这爆发这么高吗？来，张良安琪拉。这套是很高，而且狼队玩得很好。是的，由帆帆发起的节奏，再加上一个腰刀的李元芳，然后像项羽、腰刀、帆帆三个人为一个小分队，他们的一个搞事能力特别强。是的，二的班位要关羽，把凯家关羽拆掉，然后搬掉一个康德这套阵容的药，梦琪搬掉了。我感觉济南大步侠还需要搬一个花木兰或者是夏洛特吧，因为凯这个英雄你不光是配关羽的话是好打大脚体系嘛，但是你打其他的他可以负责一个单带，负责一个切入。今天的狼队跟大步侠的飞车分布啊，他们的队员也来到了现场给各自的队伍加油助威，因为双方呢其实在这个飞车的比赛史上也经历过很多次的交手。也有非常强力的选手，你被捕了。狄仁杰再补一张黄牌啊！这个阵容别的不说，抓伤害拉满，单点是真疼。先吃张良的捏，再吃张黄牌，再吃安琪拉一套，然后安琪拉一套直接带走，确实扛不住啊！看到了，这是双方的这个飞车分布的选手，对，这是侠队的。接下来，济南大步侠。这个老夫子现在很头疼，这一套扛不住啊，得有一个人来帮他分担一些火力、啊、拆火才行。正常选的话，如果是选个刘邦，但是刘邦没位置选了，然后选黄忠，谁说女子加花木兰啊？那这阵容、哦、花木兰打野啊，这英雄打野没闪的，这两个英雄他在取舍到底是另外一条边路出黄忠还是出花木兰？出花木兰就得换人，然后想出阿古多马超，阿古多马超的话打到张良加安琪拉加狄仁杰这个组合会稍微好一点，而且阿古多不太怕张良，我甩出去了不怕你捏。对，这样的老夫子去探被捏住，有阿古多给他拆火，对，会不容易死一些。或者说但是阿古多去探的话就单点，如果被帆帆抓到的话还是得死。是的，就基本是老夫子走前面了，如果这么看的话。然后选一个蒙恬，如果是出蒙恬的话，那这把小胖的一个凯可能是一个半肉凯。这把肉搏局啊，两边前排好硬、啊、倒也不是太肉搏。真的，如果选个蒙恬出来，蒙恬加凯加老夫子加阿古多，好硬啊。换成夏洛特了，夏洛特针对一下马超，然后同时这把的话，那小胖就得出一个肉装凯了。对，夏洛特打马超，老理解，这个真的克死。再来个不祥征兆，凯这里。这个阵容上面，狼队是挺针对济南的阿大不侠的，而且他做到了一些点对点的针对。没错，像张良对于大乔这个点的针对，包括他所后面构建搭配的一个狄仁杰和安琪拉，对，这种配合着打爆发输出的，也是可以很轻松的秒掉老夫子和一个阿古朵的。然后夏洛特又是单点去扛的这个马超。是的，就狼队这套阵容的话，你说的打团有多强，我们先不谈。嗯，这个单点击杀能力。
抓单场强，非常之强。所以这局在阿尔纳布侠这里，他们这个大乔带线的话要非常小心。就是在老夫子他的经济啊没有起来之前，有足够坦度做支撑的情况下，是一套就死啊！哦，还是得就是得拆。你真的让他去扛，你怎么都扛不住的。就是你光张良加安琪拉，可能你装备好起来还能扛一下。我跟你说，脑海里有个画面。首先这是 S 组的比赛，对吧？嗯。那如果老夫子他吃到张良捏了之后，边上有个阿古朵，正常来讲阿古朵是不是丢个球要拆一下？是的。那你觉得以帆帆的反应来讲，他是不是会用闪现直接躲掉，然后再来个大桥？然后闪现躲掉之后，但是张良的大招还是会捏在那里，还是会控制着老夫子。这个时候安琪拉他是开了大招之后有一个霸体，他是不怕被控的，他的大招是不会被断，而且狄仁杰黄牌反正中了之后跟不跟输出无所谓，无所谓了，主力输出还是在安琪拉这里。是的，所以实际上是挺难拆的，就是得看大乔跟阿古朵的双拆。其实你拆张良的话大乔也能拆嘛，但你肯定得拆，因为你主要是没这张黄牌就还好，一旦这个黄牌中了，我觉得老夫子神床都活不下来，真的。安琪拉的爆发太高，所以这把不弃他的召唤师技能带的是一个治疗，其实就跟之前我们所碰到东皇打大乔的这个套路是一样的。因为东皇咬住之后啊，要老夫子也是吃急火，但往往吃急火缺少大乔的这一口治疗可能会死。是的，但现在有了这一口治疗的保证，甚至说他在之后的比赛过程当中，他可以做一个敬畏荣耀加一个救赎之翼。是的，就给你硬撑坦度。其实狼队接到这种，其实很多队伍其实也不一定能操作了。而这道你其实很简单，你看起来很简单，捏住黄牌安琪拉一套非常容易，对吧？但这道阵容他就是单抓厉害，有时候打团就不是特别厉害。对，所以说这种阵容就是你要靠抓单起节奏，然后一直压过去的，你要把这个节奏推出来的。以前有很多队伍拿这种阵容吧，是什么前期就出优势，团战就不行了。敌军还有五秒到达战场，最后双方的第一局比赛，看一下这场 S 组的对决，谁能够先把头筹。全军出击。巨男大不杀，必杀！巨男大不杀，必杀！巨男大不杀，必杀！三巨同堂，三巨同堂，三巨同堂。粉丝一如既往的给力，但其他大不杀你就知道，看到有成绩就有呼吸权，就现在现场的呼声啊，包括粉丝的这个数量，在越来越多的。这赛季他们很吸粉，这个赛季是济南阿大不杀第一次进入 S 组，哎。隔了多少天？你想想，这两支队伍之间隔了654天的再次交手，不容易啊！他们这次崛起真的是蛮不容易的，就是需要一种精神上的蜕变。目前边路的野怪，前期基本上都是无事发生，在张良到达四级之前，狼队是不会去搞什么事情的。是的，阿大不侠其实同理了，对阿大不侠这里的话，就是老夫子大乔的四级节奏嘛。这把就是在老夫子这个点花云这里怎么开，什么时候开，这个很重要，开不好就是被反杀的。嗯。Fly 先把兵线卡在自己塔前面，这样下波兵线会清起来更加顺畅，冻住了，打了一套小碰，但这个凯还是没有击杀的欲望，砸就是消耗，就是干扰，我小摩擦，小胖状态掉得挺厉害的。是的，下路华云这里肯定是被压的，在大乔去帮他之前他都是要被狄仁杰压的。是的，大乔不会那么早去，老夫子没到四去也白去，现在大乔都要跟王昭君快速抢线，这样可以大大的限制安琪拉和张良的一个游走。马上要到四了，第一个大招用来吃掉一堵山壕，不让阿古朵叠第二层。对，就是狼队现在跟很多队伍的区别，他对一些这个小的细节把控啊，包括小入侵、小野怪，他的理解不一样。你就看他控住这波山壕之后，下一波山壕他会不会接着控，再过来喷一刀。70秒之后我们再看。他要真喷阿古朵，真没办法，你别说，没法去吃啊。是的。他的霸体大招甩出来不管，而且伤害也高啊。对，大乔和张良都是已经到达四级了。怎么说？这边看花园想往中路靠，加大招 CD 非常快，有所想有所行动。法穿鞋加魔道之石，伤害很高。视野是已经发现了。对，张良在藏视野，没被看到。被看到的话就没有那么大危险。
小叶往前中路没什么机会得走，然后张良这个时候悄悄的已经来到了对抗路，紫萱的嗅觉是有的，很敏感啊，藏在后面，是的，但小胖这里的话就是进来反野然后绕出来卡位置，卡位置消耗一波防御塔的状态，二大不侠抱团抱的很到位，然后在单抓的机会，对，然后在撤出来的过程当中还想反一个赤甲，被夏洛特的一技能给拿下了，反掉。这时候山豪也是出现了，看小胖要不要先去摸一下山豪，还是去了直接回家打蓝？去了，来了。他们反小野反的特别紧，来了这一套秒杀，哎呦，闪出来了，差一点点啊，伤害真的是差，这能跑掉的？这套感觉应该是直接秒啊！一开始，如果是秒其他中路的话，可能正常来讲是一套刚好。王昭君有个盾，对，王昭君多一个护盾。哎，这一波能不能把蓝抢走？拿到，哇，这就很赚，非常赚，非常赚。安琪拉这边第一波节奏没出来，然后反倒是被济南 W 侠反扑了一下。这没办法，这东西带点天时地利人和的，那一波要喷死了就是立马胜。喷死的话，那就是山豪也反掉了，人也杀了，然后野区也能保住。狂人一个人看好着济南阿 W 侠，压下路一塔，小叶这波把张良位置探出来了，他没救。凡凡开了一个风里文章，带着狄仁杰快速跑路啊！那这波下打是直接给了。但基本上，其实阿 W 侠真的做的蛮好的点就是，除了刚才中路那一波，嗯，凡凡这里找不到机会。抱团抱得非常大 ，W 抱团抱得非常的紧。对，狼队这里的话，项羽和帆帆目前为止是在控一个中轴。是的，而他们想是我宁愿放资源，我也不给你单抓的机会。对的，老夫子大闪没有留住，被翻了一套没有死，打断，反手马超进来，完成收割呀，拿到一血，再逼出安琪拉的闪现，还要追安琪拉的二技能被躲掉，二连击破，卡住位置另一边的战场，打得如火如荼 ，fly 压进来，强切一手自己要被换掉。三连绝胜，马超起飞呀、啊！这马超一下子不一样了。这一套主要是，你看，就是他只要我们前面聊那个点，抱团抱紧，对你缺少那种单抓机会是挺难的。而且像张良和安琪拉这个组合，他是吃雪球的，他是越来越肥，你得越来越肥。你第一波一旦失败了，你后面再想发力是有点难的，没错，除非对面给机会啊。这个东西是此消彼长嘛，你越抓对面越穷，你越肥。我们看这一波，这波是阿芙朵探草探到人之后吃了个二技能，老夫子选择直接开，然后他在被控住的时候是开出了自己的二技能，是的，提前开了二技能是扛了大部分伤害，然后大乔给了口治疗。因为这个时间点的话，安琪拉装备不够好。对，而在这个时候，老夫子吃完一套技能之后呢，很自然的马超打你一个真空期进场就完成了一个收割，没办法管。他们其实那个是被迫开团。因为几视野的时候必须被迫交大，不交要死。是的，哦呦，凡凡想闪现去捏这个马超，结果人家马超进草了，丢失视野了。是的，哇，这样狼就有点难受，很被动啊，非常难受。抱团早，真是一个这种解决不了的问题。是前面聊过嘛，很多时候都是这种感觉。前面一开始看着效果蛮好，这把还是前期第一下没出来，以前有很多就是前期抓的效果不错的，一旦提前抱团了就会非常好。哎呦，这下跟上了，哇，这是项羽啊，他单方面二技能命中只有一套带走的。是的，这是个人能力，项羽稍微大意了一点。来，免提能进去的撤退，说实话，但这套你放到排位里真好用，因为你排位里队友不可能抱团抱那么早，一直抓。而且张良加安琪拉，他清线速率确实很快，太快。打了些位置闪，又没绑到，没捆到，吃了张黄牌，这波是坐不了电梯了，感觉。往后拉治疗，奶了一口，还把人压走，拆个火。我方向是好的，绑的人也是对的，但是距离不够，距离不够啊。看得出来花云好像对于老夫子距离掌控上面不是很熟练，还不是很熟练，毕竟是一个老射手选手了。这种位置小雨有经验，安琪拉最喜欢这种草丛，往前一步就要杀你的。
被反掉，反完直接走，再拿住小野怪。狼队现在开始玩游击战了，藏视野，藏视野，慢慢找机会，找你单个人落单的时候，然后控制住半片图的视野，来尝试的反野怪。现在肉神还不祥加永夜，小胖上去本来是最肉的，肖瑟特被压进来，逼出闪，捏嘎咕躲，能秒掉，跟上，烤死了。关键局过程三，这开团开凯是没意思。声威万里，又是一套非常痛。狼队的打法其实很明白的，就是让小胖探视野先去卖，开着大招去硬吃你一波，然后在小胖吃技能的过程当中，狼队这里会让 Fly 去影响到济南阿 W 侠的一个马超和王昭君，然后张良和安琪拉找机会随时捏一个准备激活，所以他最好是先吃一套体能把技能耗掉一点。因为小胖这把说实话，在阿 W 侠这个阵容的情况下他是无敌的，主要阿 W 侠这个阵容想把肉凯打死不现实，很难，又来了，几乎就是不可能。这个位置还不错，安琪拉和张良上不去。是的，来弗莱有点深，开个大招霸体，马超侧面进来了，好痛啊！这一枪，那压不进去啊。慢慢的出枪收枪打消耗，消耗一波状态之后，转一个中塔，济南阿 W 侠的反扑，先丢球压塔，这波中塔可以破。王昭君也是给个大招封位置，夏洛特特别想进场，一个大闪空了，清掉之后压进来再找人，阿古朵收球拉回来没死，侧面黄牌跟上，强点效应拿到这个人头，狄仁杰。关键时候出击，夏洛特又进去了，打得好凶啊！马超里面吃了星光芒剑，但是被塔打死了。夏洛特一换二，波弗莱一直在打，团战感觉他一个人追了一路，捏住了一套喷死，又是这个位置。这波他怎么敢进这个野区的？上次也是这里，这三个人上次也是翻翻项羽和妖刀，在红上草蹲了一个就是打野怪的人。这个位置他不敢去的呀，刚刚在那边打了架。小二 W 侠现在发现他们的问题所在，他打团战嘛没伤害他，因为他一套技能交完了，他这个时候把一套技能全部交完，然后 Fly 进场打大闪想留人，虽然说进场的时候他几个技能都没刮到什么后排，但是他把济南阿 W 侠的阵型打散了，逼到了左边，然后妖刀趁机一张黄牌丢到王昭君身上，把王昭君给带走了。这肉凯打杀呀，杀不动了。闪现调了一下位置，那喷一下，夏洛特又进来了，被崩了一手，自己霸体开起来，再刮个青光芒剑，这样就能强秒王昭君。很搏命的打法，这边黄牌给上，打了一套，把花云打残。这夏洛特 ，Fly 进场时机找的真的好，这是经验。他每波进场的时候，就跟对面拼伤害。会发现都是济南阿 W 侠的技能真空期。是的，好捏住一套可以带走喷死。就现在的狼队找到一个关键是阿 W 侠处理不掉，马超肥归肥，张良有大招他打不了，就只要他进不了场，这个队伍伤害量有点问题。对，然后 Fly 的这个夏洛特还有小胖的这个肉凯两个人啊，一左一右杀进去，济南阿 W 侠就得先把技能交了然后往后退，但是当你退了之后又准备反打的时候，翻翻和项羽加上妖刀，这三人小分队就开始出动了。对，反打要依赖马超这个点。对，狼队其实打团他们的画面感是非常强的。哦呦，少一点伤害。R W 的话，总感觉伤害真的不够。他因为马超这个点，就是马超这个点。紫萱的马超玩的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是的，但是他限制挺多的。对，因为在张良不交大的情况下，你真的不敢去切对面后排。而且有个夏洛特，但马超这个点如果他不想办法打出来吧，他就是没伤害。对的，然后小胖的这个凯啊，每一次看到老夫子就追着花云砍，一定要把花云这个大招给吃了，逼着绑，不让花云绑其他人。是的，搞得花云这样子也挺难受。哎，唐视野奔狼冲个草丛，等个有缘人是谁，花云来了，捏住一套喷二技能开不出来，秒了。凯开大再往前挤，然后拉一步塔拆掉，这里团战阿 W 侠接不了，因为他还得想想这个带线的事情，还真打不了。主要还是狼队啊，视野藏得好啊。对，狼队每波
打完之后几个关键人物会把自己的视野给藏起来，像什么张良、夏洛特，然后留在正面的可能就一个凯和狄仁杰，那就不敢带线，那不带又不行，现在打团太难打。马超在绕后，这波 RW 等老夫子活了之后是有点想动手的，烧烤啊，安琪拉是已经没大了，手了，马超军大招放得好，马超侧面进来被这个夏洛特赶走了，然后退了。这是我觉得这把的体现就是狼队这个随机应变能力，他第一波团战因为他是被迫开大的，试了一次没打过，是的，在那之后啊他们立马思路就转换了，我们看到三那之后团战狼队再没有让张良先手过一次，正常来讲这个阵容肯定是要先秒一个人的嘛，嗯，但他们反而把张良作为了一个后手，因为他发现了个点，马超啊不用交大招，就他不交大招反而团战好打，如果张良交了大马超就可以死，马超就随便进了，对，马超就很好切安琪拉和一个狄仁杰，如果他没反应过来他团战还是先捏人的话，其实二代武侠团战以马超前面那个经济完全是可以打，是的，这把妖刀为了保证他们这一套 combo 的一个输出量，他做的是一个攻速暴击流，是的，打前排马超飞行锤，虽然头很疼，这到底怎么样能够让队友，其实必须得花云或者小叶这两个人有一个人把张良那个大给逼出来，对，其实就是花云，花云的老夫子要怎么去扛，是的，或者说直接去把张良给绑，先绑个小胖，然后王昭君放个大招，小胖这里就当洗个澡吧，是的，没什么感觉然后准备反扑反冲，找到了带走，这边肉砍往前一顶，这电梯坐着都有点费劲，关键开团的安琪拉肉砍进来再砍一刀锋芒毕露，夏洛特再追电梯坐上了，这种就是很狼狼性打法，对，先藏藏在暗处，然后在你准备干嘛的时候冷不丁的一个加速一起冲锋，给你来一次，这局打得很奔狼，你就躲在暗处的狼群在虎视眈眈的，是的，那亏死人，结果怎么办，这我觉得主要是有点难为花云，确实老夫子不是个这个打射手的选手，你很难逼他去搞出那种神仙操作，但这把他如果不果断一点去大闪个后排啊，你逼不出张良的大，马超被捏了直接倒了，是的，往前一赶，小炮又是贴着花云，明显您进来了，要点水晶，不管就点，恭喜重庆狼队。我觉得真的这把可能唯一的破局点就是小花这个地方，我觉得他只有他大闪去绑了后排才能逼出张良的大，你不把张良大逼出来团战就是打不了，但是他呢毕竟你是个射手选手，这视野也不好，他在劣势的情况下没有视野，然后他去直接强绑后排他找不到后排在哪，如果他们是优势的话他看到后排的位置他直接大闪绑了张良大交完了，我倒觉得二代武侠团战其实能打，还有就是狼队这种他们属于他们自己的这种打法玩得太好了，没有那个味道。好了，听一下评论席的看法是否一致，两位怎么看这局，感觉这局狼队他们整体的布局部署很好啊，不管是翻翻的这手张良就他在控的点跟那个安琪拉项羽的配合，我可以说是看到人必秒啊，除了中路那一波啊，仅限那一波啊，但是后续还是感觉到凯加上这个夏洛特的组合在进场的时候给到了压制力太足了，首先是小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死啊，太肉了，因为这边双边没伤害，王昭君又一直让钱给大家吃，他就没伤害了，就是我觉得像之前大家看到龙虎双边更多见到是龙虎双边大乔龙虎双边把对面肉死了，对，但是就是这个像这套阵容当你拿到了一个肉凯加夏洛特的时候，你会发现反而是龙虎双边这里打不死对面的一个核心人物，对，而且我觉得这个点还是说就是每次狼队他打大乔就是会带领一波风潮，但是我还是说就是尽量少模仿狼队的一个打法，因为我记得当时狼队拿张飞吕布打大乔，后面很多队伍跟风模仿，基本上没人成功，没人成功过，有人成功，我记得是 DRG GK 成功过 E-Star 成功过，但剩下队伍没人成功过，同样的就这套我觉得他们打这个龙虎双边的阵容确实打得很巧妙，但是
你没有说这个没几把刷子，没这个凯的前面对于小野的这个入侵能力，没有说这个夏洛特的那一波中路的切后，包括这个张良的奔狼也好，捏人的准确性也好，你是达不成这个画面的。 对，而且狼队的改变其实是能看到，在这一局的对局当中就能看到 Fly 的一个经济非常的高，对，赶快不去吃，然后他自己在对线上还有很多的细节，不管是控线控兵啊，包括就是马超拿了个三杀啊，那波拿完了之后，我看了一眼经济，还落后 Fly 200。是的，因为你会发现这把会就是狼队他不是入侵 buff， 他是卡着你小野的时间去把你小野反了。狼队这把最恐怖的地方是在哪里？其实狼队这套阵容他是需要中左和中右的视野，嗯，让张良和安琪拉打一个 combo 链，嗯，他们有几次团战失败的原因是在于阿达布侠铁了心我跟你做中左中右的布局。但是当狼反应过来之后，他的反应他的很巧妙，我一点点挤我的视野，同时压残你正面一波，然后我打你蓝区，持续打掉你状态，让你正面无法形成五人去到中左中右占视野的这样一个情况之后，就开始无限压制了。狼队就是想要迅速的把你造成一个单调点，那你就五打四的话肯定是不好打了。对，我们看一下这两边两个双战士的一个成伤，基本上加起来是一个60%的成伤了，非常恐怖的。嗯，这两个战士很难受，咱们还是凯进场，每次都看他不怎么掉血。而且说真的，我看了这么久，真的很难见到 Fly 的经济能比小胖还高一点。其实就是我真的第一次采访 Fly 的时候，就这个赛季第一次采访 Fly 的时候，就我当时就有这样的一个感觉了，因为就是这个版本你感觉站边就出现了之后，他能打出来的效果就越来越多了。是，本局 MVP 也给到了 Fly 夏洛特。我最佩服的是这局 Fly 在中路的那一波，三个队友都是残血了，都不到半血的状态，他一个人就冲上去了，当时我也懵了，我说他为什么敢这么冲，对面真的是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包括他自己的身法在里面游来游去的。这波很关键，这波就是以前我不知道大家去年有没有看过，有一把是凯加马超，Fly 的马超要卡着兵线给小胖的凯吃尾刀，但现在不一样了，日子变了。而且有一个关键的因素是什么呢？我还佩服 Fly 一点，你坦克玩那么久，你夏洛特的这个手感还在，敢打，就是你敢凶这件事情还在，真的是非常不得了。他没有犹豫的，真的不得了。他跟队友其实是一个很脱节的，根本就帮不了他，到现在都没帮。有钱就是底气。非常不得了，这个选手，而且确实操作也是完全跟得上的。我觉得这个就是很明显一点嘛。我觉得小胖在就是前几个赛季加入狼队的时候，虽然成绩很好，但是你就是我觉得大家也能发现，实际上在野和加站边的一个情况，尤其是纯站边，一个马超的一个胜率是大幅度下降了。这个是确实你能看出来，因为之前的体系一直没有做一个就是调整，但是在这个赛季尤其是站边加强了，小野刷新了之后，在狼队现在这个模式下，那我觉得当你同时拥有了一个站边的吃钱模式，又有了一个野合的吃钱模式，这支狼队就变得异常全面了。这个东西就非常考验选手，真的非常考验选手。对，就像我们前面说的，就如果按照之前我们对于狼队理解，就是上赛季的理解是那波线卡完之后小胖一定上去，那个卡一定往上走，而且尾刀还是他的。对对。但是看到刚刚小胖直接就是一脚刹车啊，不上去了啊，直接往中路靠了。是，这也说明什么？就是狼队其实在这点下的功夫非常的多，他开始伤害项羽了。但是他跟上鱼一起吃也没关系，不会分的啊。是的，这个都还好。就关键也是在于，就是他们刚刚那局要更好的抢到中左中右的一个视野之后，打一个张良加上安琪拉的一个先手 combo， 才能更好的抢到河道嘛。对，不过其实前面就我看的也蛮感叹的是什么？就阿达布侠那波马超的三杀，对，那一波是他最高光的一个点，是在于对面还没有不祥。当那个 Fly 第三件不祥出来之后，我就感觉他完全跑不起来了。就这版本马超主要还是作为一个标枪兵存在的，对，更多的还是就是我们之前看到的一个马超配大乔，基本上都是马超打外围的消耗，当我的坦度足够比你高的时候，你被我打残了，我拉回来，你没状态了，我要收割了。但今天不一样啊，今天凯在那个地方吃了一套，从中期开始挠痒痒，都在挠，都是越着塔扛着塔伤去打，我都感觉他们完全无视这个防御塔的伤害。然后这时候 Fly 上去追击，张良留下了一个倒霉蛋子，然后就结束了。对，张良这局利用他那个奔狼，而且他们五人爆了好几次，就是打一个出其不意，突然冲出来，你反应不过来的时候抓掉你一个，好几次这样的镜头了。是，就是有很多的技巧和进攻的招式
就看你怎么去使用。所以我说这套阵容可以去学习，但是不要盲目模仿，因为我感觉盲目模仿就会跟当时那个张飞加吕布一样，出大事。你需要每就是这五个人对于他的这个英雄，他的每一个技能的释放啊，能用怎样的一些技巧，大家打出怎样的一波进攻，怎么配合，要全部了解之后才能去更好的使用。所以这也是就是狼在这个赛季目前展现出来的可怕之处吧。对，而且还有一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阿古朵这个英雄他刷野比凯快很多，但是这把张良给他提速提的两个人基本上是同时集合到的。对，就这也是就是张良这个版本，就是可能这在第一天其实掏出来的时候，我也有很强烈的一个感受，在目前这个版本确实是一个比较好的正确答案。同样，巅峰峡谷王者座驾上汽大众零度 L 自带超辣颜值，更有超神操作，无框车门带飞全场节奏，悬浮式双连屏精彩配合锁定胜局，即刻登录上汽大众官网解锁辣感新体验。喝东鹏特饮，加个能量 buff carry 全场，无人能挡，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赢了碰一下，不服更要碰一下 buff 拉满，勇闯巅峰，勇闯天涯， Super X 够胆就来碰。峡谷商店随心买，最强神装自在玩。感谢 KPL 年度合作伙伴交通银行信用卡的支持，扫码申请交行 KPL 主题信用卡，峡谷英雄卡面任你挑。那么今天对于 RW 侠来说